27号，有媒体爆料称，2015年9月入学中戏的刘昊然今年未能如期毕业。6月26号，中戏毕业典礼如期举行，刘昊然确实未出现。据悉，刘昊然此前因拍摄《九州缥缈录》待在剧组的时间长达9个月，再加上《唐人街探案》系列和其他影视剧，他在校期间拍摄的影视剧数量或超过10部，这就导致他严重缺课，上课课时不足，就连毕业之前的大戏演出和毕业答辩他也没能参加。此前浩然弟弟接受采访时就提过，自己最近一直在剧组拍戏，等拍完戏就去把学校的事情做完。芒果拉新闻相信浩然弟弟自己会平衡好学业和工作的。报道。